杨紫琼，一位奥斯卡影后，她的爱情和事业都让人羡慕。今年七月，她和相恋19年的未婚夫让·托德终于修成正果，走进婚姻殿堂。这个月，两人在杨紫琼的故乡马来西亚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场面温馨感人，吸引了众多名流前来祝贺。婚礼持续了几天，分为两场。第一场是在杨紫琼的豪宅里，只邀请了亲朋好友。杨紫琼的母亲还特意准备了烤全羊招待大家，大家穿着休闲，聊得很开心，气氛很和谐。第二场是在一个私人小岛上，邀请了很多达官贵人和明星，宾客们提前一天到达，享受了海岛的风光。第二天，杨紫琼和让·托德手提橘色灯笼走进婚礼现场，两人进行了浪漫的婚礼仪式，切下了婚礼蛋糕，两人紧紧拥抱，额头相亲，画面十分温馨。杨紫琼还手持奥斯卡奖杯，分享了她和让·托德的爱情故事，感动得流下了泪水。之后，两人在舞池中优雅地跳起了舞，展现了他们的默契和甜蜜。宾客们也加入了舞蹈，为这对新人送上了祝福。婚礼上的宾客可谓是星光熠熠。杨紫琼的朋友圈不简单，她出身于马来西亚的名门望族，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了奥斯卡影后，是亚洲影坛的传奇。她的朋友们也都是各界的精英和名人，他们都来为她送上了祝福和敬意。杨紫琼与19年恋人喜结良缘，婚礼豪华感人，众星云集祝福，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盛世，也是一段美妙的爱情。让我们一起祝福这对新人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